Launch control ready. OK. Thank you. 按了一大堆东西， Launch control 在哪里？哦，这个亮了，我可以过去吗？为什么不能过去？火箭发射。哦哦啊！发射失败了啊！雪特，这 bug 吧。我是超瞎的，喂！哪有人火箭发射是往地板走的？现在飞往哪里？不晓得。哦，怎么了？好，看来我们要重新发射了哈。我是他们的 astronaut， 他们的太空人员。OK，Roger，Roger，Roger， 听不懂 ，Roger。Ensure 开启的 control 是 ready 状态哦，啊在哪里？哦，这个 ready，OK，、okay, I'm ready。然后呢，找好久 ，squip 还是什么 ？on 状态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喷射管壁哦，应该是吧？我 Google 一下。这个 script on 呢，应该是指我们喷射的那个壁管，虽然不晓得在哪个部位，然后这是最下面那个喷射的哦。然后这两个至少要打开 ，OK， 打开好了。靠腰，我还在找东西而已，就发射了。Nice。Let's go。Roger。我靠，我偏离轨道了 ，shit。可以调回来吗？不行。Oh, shit。地球150公里长怎样？靠着射歪了，我靠！我天啊！我觉得方向不太对劲哎，我不能调是不是？啊 shit！ 嗯，这怎样？哦 shit！ 我来了，鸟画质不是调高了吗？怎么这么鸟 ？OK。他发射他的，我来慢慢研究哦。反正外面的模组好像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是吧？很粗糙。然后，怎么不会震动了？shit! Everything is OK。哦，有了，刚刚，对啊，还不错啊，对啊，哦，都要放那么远哦，我看哦，人在哪里？哦，人在这里 是。好了，我要飞了，反正我也不晓得我现在在干什么，虽然现在桥轨道之后往地球要开始喷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这个可以帮我自己设定吗？我现在要降落 ，landing run。哦，太屌啦，你看，这就是全部乱网，你没有乱好的，就要叫你自己按。OK。脱落了。我开始了。我来了。
就这么轻松就飞下来了。嗯，好，降落了，哇！哦，结束了。这一次就比较简单了，100公里之后就叫我下来了。我操！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我没办法进去我驾驶舱呢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你往地心钻呢？好，你开始乱飞哦。你先往地心钻，地表里面钻，然后再钻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屌啦！哎，不对哦，还乱飞呢。振作，兄弟！振作 ，Roger， help man， help。不要一直 Roger help， 喂喂，好样的，都不按呢。我高度已经是负5公里，是不是？负 5.5 公里，我一直在往地核钻哦。完了，我的任务失败了。哦，对，我可以自己控制火箭的那个，还有它有胶水，是一个合格的那个，试试看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啊，我完了，我飞出去了。我们赶快停止一下这个！哇靠！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太棒了！我不晓得这游戏要怎么做结尾哦。